静姐，最近啊，就听到呢，很多的朋友或者亲人呢，就感染了新冠肺炎而离世。哎呀，我也不懂得怎么安慰他。而且要走出悲伤呢，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。逝者善终，生者善生，说得容易，其实很难。对呀，那么近期感觉有很多人需要这方面的辅导，不如等一下来了解如何走出悲伤，雨过天晴吧。